莫小姐，咱们俩上次的见面很不愉快，这次呢，我也不能保证会十分的和谐，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跟明轩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即便现在在一起，也不会长久。明轩是什么条件，你很清楚，就算跟你在一起耽搁几年，他也耽误得起。 你不一样，你是女孩子，结婚嫁人就这几年，耽误这几年就会贬值，以后再想找一个好人家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虽然我的话有些难听，但它是事实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了解我的意思。阿姨，你只说这些吗？当然。 如果你能向我保证，那是最好的。保证以后都不再纠缠我们家明轩，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尽管提，我会尽我的所能满足你。如果你非要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别的资源。我身边这样的有钱公子有的是。 承认，明轩他十分优秀，我也非常爱他，并且发自内心的欣赏他。他能和我在一起，是我的荣幸。可如果有一天他要跟我分开，我也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。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规划有很明确的方向，他是会跟我并肩前行，还是分道扬镳，我觉得。 这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，而且未来的事情，谁都说不准，不是吗？阿姨，如果您今天是需要我跟您保证什么的话，那很抱歉，我要让您失望了。我不知道这个保证有什么意义。第一。 它没有法律效应。第二，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约束能力。况且这个保证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？为什么是我跟您保证，而不是您跟我保证？我承认您是我的长辈，我应该尊重您。可是，在人格上，我们不是平等的。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也不会让您白跑一趟。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，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，过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上海。距离会不会成为我跟明轩爱情的阻力，我不确定。可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会降低您儿子见到我的几率。我做这样的决定，并不是因为您给我的压力。 而是对我自己未来的负责。没有谁可以强迫我跟任何人在一起，所以我不会因为谁的压力就跟明轩分开。啊，哎。 你知道吗？公司的股票一路上涨，方卫博都发了公告，他现在持有了10%我们的股份。只要咱们的股票一直持续上涨，他就收不动了。嗯。如果雪玲嫁到我们家来，你们俩愁的那些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。哎呀，我们家这明轩啊，就是被那小姑娘迷住了心窍，才会拒绝雪玲。 哎，妈！哎，你坐着。啊。我话没说完了，你就走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继续。这件事情上面，我想说一句公道的话。他跟雪玲认识这么多年了。
如果说两个孩子真有感情，他会等到现在吗？还有，如果因为公司的利益，让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爱情，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不合适。嗯。你有更快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事儿吗？我当然没有啊。对呀，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方卫国来控制明媛。他小，他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。你呢？爱情和事业哪个重要？你拎不清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上去反思一下。你也坐着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嗯。我也不怕你知道，我见墨菲了。啊？不是，这都是咱们的家事，你去找她干嘛呀？这个小姑娘明确地告诉我，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国留学，无论如何不会留在国内。人虽小，但是野心很大。她不是那种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人。雪玲就不一样了，雪玲这么多年如一日，对你对家庭，全心全意地扑在你身上。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选，非去选那个墨菲，你也不小了。管理这么大个公司，孰轻孰重，你掂量不清楚吗？啊，工作的事我会处理好，但我感情的事儿，妈，你能不能别参与了？我是你妈，不是你员工，请你说话注意你的态度。行，就是如果从公司的层面你觉得我处理不好，我卸任。感情的部分呢，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见，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，我有选择的权利，好吗，妈？你不要经常去找人家，找人家干嘛呀？是你儿子死乞白赖想要跟人家在一起，人家最后选不选我还是另外一回事呢。你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了啊。有道理。等明远不是我们的，你就后悔去吧。去给我妈洗串葡萄。对，谢谢。明轩。